迎收看大马女孩的高铁受难日记。大马女人真的太难了，姐妹们，但凡能买到坐票的，就千万千万不要去选无座，特别人多的时候会完全没地方站，要么早早检票出来站好位置，完了压根挤不进来。当然如果有富婆直接买商务座的话没话说，只能坐二等座的话，大马女孩建议选靠过道的座位，因为如果坐在最里面，不去上厕所或者提前下车都很不方便。然后我坐下这个放东西的当伴是完全放不下来的，所以大马姐妹们最好不要拿太多东西，尽量放行李箱和包包里，如果一定要放可以参照我这个方式，顺利撑到到站是没问题的。